当陈时中在立委讲那句话就完蛋了，世界怎么追得上我们？我每次跟我们幕僚讲说，有一种病很难医耶，大头病。我说疫苗有三种，一个是买嘛，一个是代工，一个是自己研发嘛。所以我们台湾最厉害，不买不代工。黄义豪是全面的功劳，那个又搞砸了，我看每样都跟他有关。是疫苗没买了，不然高端了，当 BNT 了，快筛没有了。我觉得那时候应该他的那后面那一排没办法管他，就说已经政治凌驾专业。不然那后面那一排不是我的同事，就是我的学生了。那陈时中他说，这个仇恨值为什么这么高？他并不清楚为什么仇恨值这么高，你觉得呢？就常常的，反正走过必留下痕迹嘛。你当时的还是一样嘛。要不是民进党全面控制媒体，那有可能让陈时中这么好混？还有一点呢，台湾的防疫成绩不差，我也觉得对。但是我不认为那是陈时中的功劳。为什么你会这样讲？后面那一排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说，有一次人就跟他讲说。倒是讲，因为他而且就算后面那一排不见得比我还厉害。第一个，台湾本来医界就是人才最集中的地方，我们一百年来医学系都是第一志愿嘛，所以本来我们的医疗界就累积最大量的人才。第二，从2003年 SARS 以后到现在整整17年，台湾的工位体系是有进步的，南韩跟日本反而没有，因为2003年SARS 的时候，南韩跟日本没有受伤，台湾有受伤，所以我们有才有那什么 CDC 的疾病管制署的哈，还有派一大堆人出国留学。我说罗一军就是一个例子嘛。对。然后那个像那个，有了那个很多很多那个 CDC 的长官都是当那一批人出去留学。罗一军是第一批防疫医生。对呀、啊。他是派出国的去。公卫护士很多啊。所以第一个，所以。台湾2000年刚疫情刚爆发，为什么台湾表现很好？失败为成功之母嘛。因为 SARS 的时候我们有受伤，日本单单没有，所以表现比他好。我们什么时候出事？你讲，当陈时中在立委讲那句话就完蛋了。哪一句？世界怎么追得上我们？世界看我们的啦，哈，我们不是他在立委就讲那句，我看到那句啊，这不行。失败为成功之母，倒过来成功为失败之母，因为你太成功了，你就已经。我每次跟我们幕僚讲说，有一种病很难医耶，大头病。对，其实，市长他成功是他一个人成功吗？花衬衫到各个县市去推广观光，后面有行政团队，而且比较核心的像陈其迈的功劳，他都不自居嘛。没有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台湾医界本来就是说政治部门里面，我们政府部门以前就是为医疗部门最强嘛，最那的人才最集中嘛，然后 SARS 我们有准备嘛，还有点哦，台湾人民很听话。对，你看我到现在都还戴着。对不对？你叫他戴口罩，他戴口罩。他有本事，他去纽约市当卫生局的，看他有没有办法控制疫情。像法国还当街抗议咧，你不准我上酒吧，你不准我这个那个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台湾人是。台湾人倒是起来很好管的，然后就自动进空了，有一段时间。对啊，你要不要上街的话就自动，我好乖啊，是是是。所以我的国民素质很高。说我倒是起来，我不认为那个防疫成绩是陈时中个人的。他是讲他自己做的决策都乱七八糟的。你看从那个3+11诺富特一直到。不要讲万华是破口，那个是，也许他是内，就是大家推责任。等到后来你看哦，买疫苗他时间也不对啊。护航高端，这已经违反医学伦理的。那后来那个党币，我就想为什么跟他，我很讨厌他党币的第一那件事情。因为当时我们台北市政府又要去买嘛。对。你就我讲美国 FDA EUA 都够了，你台湾要省多久？这个都已经疫情爆发了，就是。同一个药，美国 FDA 都过了，你觉得台湾还要省多久？就在那，我那时候就很气，我说拜托，都已经在死人了嘛，这个药你还在那打？就是你要立即给药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通关就好了。后面这一段，我就讲嘛，美国 FDA 都通过了，你台湾的卫武部要省多久？我这样问你这样一句话，对，你会比美国更厉害嘛？拜托吧，你。这兵贵神速啊，都已经爆发疫情了。其实后来大家就是要逼大家打高端嘛，这个大家就更火大了。所以我觉得政治哈，还是不要太脱离人性了。就是说，你在干什么，人家也不是不晓得。所以黄义豪是全民的功劳，那个有搞砸的，我看每样都跟他有关。是疫苗没买了，护航高端了，挡 BNT 的，快筛没有了。后来我其实我最气的是什么？因为我是。
我在你们面前也不用太谦虚，我也是也不错的医生呢。你医生讲话不用管，怎么比他差？是，我说这个什么防疫旅馆啊，防疫专责旅馆，测来数防疫专防疫那个特别门诊，那那个就是防疫专责那个就是那个在急诊处外面，就是对，不要让他进急诊处，在外面就是防疫通道，防疫通道，对，每样，甚至有时候快筛就视同那个 PCR 一样，对对对。我每样都比他快啊，他每先把我骂一顿，然后两个礼拜全部照抄。对，啊，奇怪，我现在想说，没有，我觉得那时候应该他的那后面那一排没有办法管他的，就说已经政治凌驾专业，不然那后面那一排不是我的同事就是我的学生呢、啊，我们说我们同一批老师教的什么，那、我的想法怎么会跟他们不一样？嗯、啊、所以我认为那一段时间真的是政治凌驾专业。好了，跟你讲，来讲故事，你看我们的疫苗 AZ 是英国的BNT 是德国加美国，莫德纳是美国、那中国的科兴跟国药，还有苏联的 Sputnik、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好像是联合国理事国、当然是不是，这表示什么意思、你今天台湾再厉害，你真的做到全世界做真的很厉害，做出来不会过，为什么、那是大，你看连日本南韩都不敢发展、日本南韩第一波不敢做、所以我说疫苗有三种，一个是买嘛，一个是代工嘛，一个是自己研发嘛。日本是三个都做，但是要优先顺序，先买，再后代工，再自研发。南韩是直接就代工跟买。所以我们台湾最厉害，不买不代工，直接自己做。而且等一下一样，有一种病很难医，叫大头病。